地表最抗冻的房子你见过吗？造价高达 2.5 亿，建在130米厚的冰面上。这就是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哈雷六号。这其实是一个南极科考站，而为了建成这个房子可谓煞费苦心，设计师历时好多年才完成这个房子的设计。甚至在完成之前，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项目，觉得天方夜谭，根本不可能完成。这个房子的造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13万美元的天价。传统的考察站都是一个小房子，而哈雷六号却是一个可移动的考察站，而且它不仅有一个房屋，它有六个房屋，里面的设施可以说应有尽有，不仅有提供观察的地点，甚至娱乐设置也应有尽有，有可以提供看书的地方，还有提供休闲娱乐喝酒的地方，就是为了让考察员在考察的时候没有那么的无聊。而且内外温差甚至达到了70摄氏度，外面刮着零下几十度的风，而里面的温度却常年保持一个令人舒服的温度。而且这个房子的坚固程度也超乎你的想象，可以轻松抗住十几级的大风。这个房子最大的好处就是可移动，搭建了这个房子以后，几乎每年都会转移3个地点进行考察，可以说这个房子对南极的探索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。